外针对扁保外就医的议题，国民党还是批评说您的说法是用政治来曲解法律。法律规定很清楚，那法务部也做了肯定的说明，唯独马英九法律没读通，还喜欢乱讲，这个我们觉得很遗憾。那我们民进党很清楚的立场，就是阿扁生病了，让专业的医疗团队好好的检查，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就该给人家出来。保外就医是法律的规定，是法务部跟坚守的责任，让一个符合保外就医的人进入保外就医，也是受刑人的医疗人权，并且保外就医法律明文规定，出来的日子不抵刑期，而医好了还要回去。马英九跟我们很奇怪，读同一个学校，同一些法律的书啊，同样的老师，怎么会教出这样自己这样的见解？我们这法律人私下也是觉得这样的总统好奇怪。谢谢。